们有三点的看法，不然讲说是建议啊，所以建议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这种才来看一次，这样说建议，也不是说看到可能也是皮毛，也是跟我说我看法。第一点，我是想说哈，就他红香部落确实是有他的独到之处，跟别的部落独到之处。啊，我听啊，我然后我听到那个部落营造员他讲说，红香温泉就是大家好像是这个村庄大家凝聚的一个共识的点哦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相当不错的一个开头了哈。我想可以吗？我想说可以先从这点慢慢做，然后或许的话，有组个先凝聚啊，然后慢慢的我们部落的环境，我想说大概看一下部落的环境啊，大概是。